日时持续的好天炎热，各地高温拢超过33度，甚至是高达36度，紫外线来到过量到危险级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呼吁民众，避免伫中昼上热的时间外出，若是要外出，爱会记哩做好防晒，补充水分，避免着暑。今日的高温炎热，嘉义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力，加啉水，避免着暑。这种高温炎热的天气，容易使人脱水，大大增加热伤害的风险。嘉义市卫生局建议民众，穿衫面顶会使加做调整，减少无必要的吸热，也要保持清爽，避免皮肤的毛病，比如讲晒伤、皮肤炎，或者是香港脚顶热天常常看的毛病。同时要加补充水分，若是要从事户外活动，尽量安排在气温较低透早，或者是尾暗时间。同时，服装选择建议以轻便、浅色、排汗的衫为主。着暑的症状包括体温升高、意识改变，或者是脱水。若是发现身边的民众出现着暑的情形，要马上协助离开高温的环境，利用面巾或者是海绵浸水拭身体，或者是伫身躯面顶拭水并热风，以降低过悬的体温，尽速就医。新闻台屏东采访报道。